员整理口罩扇子，这些本来该发给民众的，但因为有和市长陈其迈的合照，现在只能通通收进仓库里。陈其迈市长强力推荐哦，所以就这样就不行了。对，非常的无奈，因为相关的一些文宣品呢，其实都已经制作完成。避免党内初选太激烈，民进党23号宣布初选参选人，只要文宣小物看板和总统蔡英文、赖清德、陈其迈等9位选队会成员合照，初选期间都不能用。受影响的还有现任的市议员。现在剩下5000支要继续来发放，到底能不能继续发放，我们还在继续寻求党中央的支持当中。另外，这位新人一口气做了口罩、面纸、矿泉水等文宣小物，还有很多没发出去，和副总统赖清德的合照看板，20面刚印制好就收到新规定，不能挂，显成重灾户。照挂，可是我在赖副的那个位置哈，做一些装饰啊哈，只要我们已经做好的，以不浪费为原则，就是说我们跟中央党部或地方党部备查。文宣小物初选发不了，想冲知名度的新人想变通办法，而基层新生党中央也听到了，出现了转圜余地，2天2新规也让参选人们宛如洗三温暖。华视新闻孙慧娟、许文南、许立森高雄报道。你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赶快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看新闻。